69岁陈姓妇人肝脏右叶一颗7公分大的肿瘤，让她非常错愕，因为不知道自己有膝肝甚至肿瘤，是这次健康检查才发现。腹部其实并没有特别说有哪里不舒服的，那有时候会胀胀，这是一些一般人常见一些腹胀的主诉。那其实第一个也不会去想到是癌症。有80%的肝癌发生是从 B 型C 型肝炎造成。妇人C型肝炎病毒含量高，这样的状况可能造成一系列后续疾病。病毒数高的话，慢性肝炎造成肝硬化，还有肝癌的机会会大增。肝脏出问题其实有迹可循，像是嗜睡、黄疸、尿液颜色变深，甚至刷牙出血、身体出现莫名淤青，都是警讯。定期健康检查有助于早期发现疾病。大爱新闻的配音员林欣宏，台中报道。